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孤舟小鹿。今天有这样一位朋友找到我，他遇上了一些事儿，咱们听一听他怎么说。嗯，就是我现在做直播嘛，然后在一个直播公司差不多做了有两三个月，然后就是这公司一直拖欠我的钱，就没有给我。然后最近这公司老板就是说，那意思就是想潜规则，然后想给我钱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。就是他想跟你那个啥，然后。才能把你之前的工资给你，对，还不是额外给钱是吧？对。啊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像这种人渣，你们陆哥我还是延续咱们一贯的作风，咱去找一去，帮小姑娘把钱要回，把这个事儿给解决。走。今天就是要找我，然后说要跟我谈这个工资的事儿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就赶紧找你们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也是，我早上头都没洗，他现在就约你在这见面呗。然后我们那啥，我们先躲起来，然后远远的看着你，然后你自己先去跟他聊。我自己过去呗。没事，你放心，我们会保障你安全的，行吗？你先自己上去，好吧？应该是到这儿了吧？到了。行。你们谁呀、啊？让你坐着就坐着，咋的？啥意思？不给钱？咋的？那我员工我干啥干啥？别他妈跟我俩逼逼呵呵的，我跟俩说话呢，为什么不给钱？别他妈碰我！行，好，我不碰，我跟你俩讲道理。这人你认识？这直播老板咋的了？我现在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这个月的钱都不接，以后他也不跟你合作。你他妈逗我呢！我老板，你打电话有用吗？老板，咱就聊聊。来，喂，哥呀、啊，就我前两天跟你说那事儿，是那小崽子。行，那你跟他说啊。接电话，你好好接。做人还得厚道，做男人不能如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孤舟小鹿。今天有这样一位朋友找到我，他遇上了一些事儿，咱们听一听他怎么说。现在做直播嘛，然后在一个直播公司差不多做了有两三个月，然后就是这公司一直拖欠我的钱，就没有给我。然后最近这公司老板就是说，那意思就是想潜规则，然后想给我钱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。就是他想跟你那个啥，然后对，才能把你之前的工资给你，对，还不是额外给钱是吧？对。啊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像这种人渣，你们陆哥我。还是延续咱们一贯的作风，咱去找一去，帮小姑娘把钱要回，把这个事儿给解决。走。今天就是要找我，然后说要跟我谈这个工资的事儿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就赶紧找你们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也是，我早。